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2月29号星期四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双鱼座的朋友，刚开始展开的恋情呢，两个人能够更甜蜜的更进一步。水瓶座的朋友在工作上面跟同事之间可以相互支援，让工作更加顺利的完成。处女座的朋友前一阵子比较繁重的工作呢，也能够很顺利的都做完了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射手座的朋友，最近家里面的一些电器设备的安全要特别去注意，多多检查一下总是比较好的。巨蟹座的朋友最近开销很大，虽然还没有透支，但是内心多多少少开始有一点不安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黑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黄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红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蓝色。